大家午安，大家好。食有饱无？困有饱无？今仔日吼上辛苦啦，因为爱自透早，恁是七点半开始上课嘛吼？啊，哦，足硬到的。我差不多学校毕业了后，就无即款机会通去上课啦吼。确实无简单，外口阁落雨。啊，我今仔日要讲迄个新竹区的迄个建设难度吼。咱过去吼，台湾68年来吼，发生真济代志，啊，对咱台湾的影响足大，但是吼，真济人无知无觉，啊，这点吼。这点嘛是讲造成咱台湾一直以来，大家那像讲无时间去过着好的日子，吼、哦，一个原因。咱家己若无去体会去觉醒，咱无靠家己的打拼去改造，绝对无可能讲一项物件摕去你的面头前，拜托你来享受。所以咱今仔日要做的工课，就是。爱，予大家觉醒，予大家了解，讲咱家己要爱物件，咱家己爱打拼。伊无可能讲一个违法的政权，无可能讲乖乖摕去你的面头前讲啊，我唔对啦，我甲你回失的啦，无可能啦。所以爱靠咱家己打拼，吼、哦。啊，我头头来罗中峰呢，我去摕这份，我想这是一般的广告单啦，吼、哦，讲起来无稀奇啦。但是差不多每天吼、哦，你伫路边都有看到人咧分车啦，吼、哦，啊，骑摩托车也好，赛车也好，拢有人咧路边分广告单啦，吼、哦，这无稀奇啦。但是，我想咱要甲这位游客送提，因为吼、哦，因若无分完吼、哦，伊无法度转去，所以我拢会甲吐。啊，今日阁落雨呢，外口落大雨呢。啊，外口落大雨，遮个人爱去分车，伊透早分啊透暝，底下咧走来走去，啊，吸空气，吸迄款垃圾的空气。啊，我看咧吼，咱讲实在足心疼，因为这条去上真特别。伊差不多我看起来应该有60多岁，差不多70岁啊。我车的窗仔门摇落来时阵，伊直直讲。啊！感谢你哦，头家，你发财发财！咱台湾足客气的。啊，我提这就是讲，要提醒咱大家，咱台湾艰苦人足多，遮因啊有法多伫厝里享受，因爱无爱伫厝里享受，对不？外口天气真冷呢，啊，未到20度、15度以下，啊，搁落雨，啊，伊穿一领雨衫，啊，戴一顶帽啊。底下按摩摩遮大台，这广告单底下咧分，拜托大家甲收。啊，我看迄车嘛，毋是讲逐台，因为外口落雨嘛吼，所以有诶人根本就无会客嘛，一般我拢会客啦。这就是讲咱台湾风糟蹋较遮严重啊，真侪大细汉，包括囡仔10几岁啊，厝里可能真艰苦，伊爱出去分这个单，伊才有法度通好趁食。啊，若较大，较一寡老岁仔，伊嘛是倒咧趁呢。这就是我看咧足心疼，是安怎咱台湾遮久以来，遮个代志，逐工拢咧发生。咱台湾人家己爱有迄个自觉。虽然咱介遮个人无熟悉，但是伊是反映着咱规个社会到底是发生啥代志。为这项小小的代志，这条微信底下咧分，咱就知影讲，到全台湾同一个时间有偌济人搁咧分。嘛是继续之前，我拢爱甲人讲咧卖玉兰花阿婆，因咧赚的物，因咧赚的这个，因咧赚的钱，毋是讲哦偌好赚，迄厝里伊即马今仔日赚的，厝里转去嘛是真济人，我想嘛毋是干那伊一个人咧赚钱尔。厝里毋知几下底下咧等伊饲哦，有翁还是有囡仔有孙吼、哦？啊，当然，咱拢看袂到，但是咱爱一个
同理心，同理心讲，伊今仔日啥人爱出来赚遮辛苦的钱？遮个人是安怎无法度好啊？踮伫家己的厝呢，享受热天时阵吹冷气，寒天时阵呢免去外口吹风曝雨。这是咱爱去思考的，我就是讲，今日是安怎要把这个物件提出来？因为实在，咱台湾即马咧受苦受难的人足多。啊，咱来今日来遮受训，嘛是了解着讲，现主席台湾政府这个论述是正确的，这是唯一有在条救咱台湾唯一的一条活路，唯一的一条活路。咱也无较紧。训练各位坐坐官员，还是讲未来要管理者，咱若无较紧训练出来，咱就无法度正式来接政权，来照顾咱家己的时代。这是咱的愿望，嘛是咱一定爱去做的工课。看到这個，会甲咱讲，咱一定爱继续打拼。那无继续打拼，继续这些人拢继续伫外口咧受苦受难。今仔日拢真幸运，甚至咱会使讲，会当来遮上课的，加减吼，阁有一寡零用钱会使来遮上课，6000块也好，10000块也好，甚至呢有迄个零用时间愿意讲奉献，这就是非常不得了的。时间上，恁会使，恁嘛会使伫厝里休困啊。啊，经济上，外口的头路足歹找呢。我常常看到讲，迄囡仔大学毕业，即马出业吼，一个月领无20000块啦。你看咱台湾有可能无？啊，20000块，厝里凡是伊个有爸爸妈妈，啊，凡是若讲有诶，若讲较少年呢，伊就娶某。啊，有诶，我想即马嘛唔敢娶某，还是嫁翁。吼、哦，拢爱开销足济。咱即马台湾人一般大学毕业生领无20000块，啊，我会记得我迄阵毕业时阵，我阁有法度领到20000块以上，即马无法度呢。啊，结果因遐个人，中国来个人，一个月拢领30000块啦，高中生就使领30000块啦。所以咱家己若无较紧觉醒，家己去勉励家己，讲咱台湾一定爱较紧站起来，永远不但外口遮个人拢咧受苦。后摆咱嘛拢互牵连着，所以爱较紧积极，较紧讲，来遮上课，啊招大家来请身份证，招大家来遮上课，这个力量愈来愈大，咱才有法度真真正正来照顾咱家己台湾人，换着家己的政权，来好好啊建立咱家己的社会，吼、哦，所以伫遮爱拜托大家，吼、哦，继续来打拼努力，谢谢，吼、哦，啊，谢谢。这就是咱过去，就讲吼、哦，这就是咱会拄到的工课。所以新德州对我来讲，一定爱为这个工课开始做。咱开始执政了后，一定爱找讲啊，咱地方有啥物艰苦人无？吼、哦，像像欧巴桑咧捡二纸，咧外口迄个担一寡迄、那个。我看伊那个撒迄个纸箱啊，摕去咧卖，还是摕迄个保特瓶咧卖，迄种乌送呢，啊，拢一挂乌去送呢，啊，这拢艰苦人啊，所以我，咱讲咱一定爱较紧甲救济，吼、哦，啊，有诶，嘿，我所知影，有诶根本伊就无才调去看医生啦，伊咧小可有百病，拢唔敢去看医生呢，是安怎恁知无？伊根本就纳未起迄个健保费啦，健保费他都付不起诶。啊！你看咱有可能无？俺付不起，叫安怎？甲你锁卡？啊！你看这有要求无？啊！恁着，咱着安尼目睭白金金看，只奥利桑、奥利桑、奥巴桑，咱大家相亲伫阿咧破病受苦。所以咱看会到的，咱看会到的是讲伊伫外口捡粪扫，摕遐二纸摕去咧卖，背后有真济。予人知影着你个足心酸个代志伫遐咧发生，吼、哦，所以我想讲，咱若接种了后，只要在任，我一定会拜托各位，拜托咱个干部，较紧去找遮个艰苦个人，吼、哦，
少年的老的吼，艰苦的，厝里真歹趁食，较紧找出来，咱较紧顾手头有诶吼经费，先来救济遮个人，啊，该当去病院去看病，较紧甲送过去，毋通阁安尼拖，因为中华民国即个流氓组织无咧甲咱照顾，咱着爱靠咱家己来拍拼努力。所以我头段就讲，伊无可能讲跪在你面头前甲你讲回事的，无可能嘛。伊即摆要贪就贪袂赴啊，贪袂赴啊！你看最近安尼贪啊，你看，迄钱哪像，迄钱比咱咧啉水搁较紧呢，惊死人呢！迄钱安尼咧贪，但是你看因这中华民国的有咧处理遮个代志无？无呢？你卖看报纸写讲抓到什么某某某，吼、哦、赖某某，吼、哦、什么什么李某某，吼、哦、什么林某某，你感觉人家有咧处理？无可能啊！伊报纸刊互你看，安尼尔，但是到尾安怎？我嘛感觉也不了了之，吼、哦，事实就是安尼嘛。所以咱看到这足愤慨，无唔对。但是分开同一个时阵，咱会使做啥物工课？敢走去甲抗议？无啊！敢是用迄个啥物方法讲，徛咧伊个啥物门下口讲哦，司法不公，敢有效？无效啊！讲这永远无效，你阁招十个人去甲游行嘛，拢无效。这就是即个流氓组织咧做个工课，因无咧顾咱台湾，所以爱靠咱家己台湾人。来换政权，才有可能，迄个共理心才有出来。家己的乡亲，咱才有迄个共理心，要甲好好照顾，才有可能。所以这是吼第一项足重要的头路，我会拜托大家拢吼落去做。啊，这种的，这个我这几日我有带好。我特别把这个题目吼提出来吼是安怎？因为我就是想讲，咱台湾吼过去吼，因为前几天我有拄到人咧跟我讲，台湾的科技业，因为因知影我是新德州的州长，所以伊跟我讲，恁新德州吼会使好好发挥，因为好像台湾的科技业重镇是放在新竹州啦吼。我咧讲这个题目时阵，就我想到足侪代志，其中一项就是讲，我要请教各位，您敢知影台湾的科技业还是电脑业，伊敢是真真正正的科技业？应该唔是啦吼，我若安尼问大家拢巧的，知影讲这个答案应该就唔是啦吼，因为我家己本身在科技公司做过。所以我知影讲，到底迄个内幕是什么？哦，我甲您讲，内幕就是讲，无错，公司名拢甲你挂科技，政府大力支持科技，政府大力支持科技，让大家免税，哦，然后补贴，继续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大家拢唔知私心吼，譬如讲一台笔记型电脑吼，哇，你看迄报纸吼。啊，个这个产业吼，好像风风光光，很棒哦！大家大头家拢赚钱，台湾出口这个很多科技的东西，所谓科技的东西吼，电脑啦、啥物哦，拢像那像种足赚钱的。过去十多年、二十几年来，那像拢很不错吼。其实吼，背后吼，到目前为止，到今仔日为止，咱一台电脑赚的钱。不但无增加，甚至愈来愈少。因为是虾米呢？因为咱继续咧赚人的手劳钱啦，代工钱啦。因为一台电脑吼，笔记型电脑或桌上型电脑啦，然后内底上特别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专利。这些专利，几百样专利，甚至上千种专利。咱台湾人真可怜，一生钱就赚无。这些专利全部是属于欧洲、美国、日本的。啊，你要用人的专利，你就要拿钱嘛。
啊，咱台湾既然无遮个专利个拥有权，啊，钱当然赚袂着啊。所以咱台湾咧赚啥？赚台工钱啊！台工钱就是讲，今仔日，譬如讲世界迄款大厂，日本遐大牌子，美国、欧洲大牌子摕来台湾，伊摕互你做，人哪都拢设计了好势好势，摕来请你台工，请你做。一台甲你讲好势，好一台互你赚，譬如讲50块美金。即马即条生意互我摕着，但是北京公司嘛要抢即条生意啊！伊就讲来来来，因开价50块，我45块就好啊。啊，为着生意，大家抢啊要死，搁第三间搁走出来，我40块就好。安尼大家咧互相咧抢，抢啊尾啊，流血流地，完全是见血。阮呢科技业术语叫做割喉战啦，挂脑袄啦，割喉战。所以真可怜呢，一台电脑，你的台工钱50块，人为着抢这个生意，变做45块，结果赚着钱拢是国外咧赚。咱台湾，所以我讲，咱台湾不但这钱无愈赚愈侪，甚至愈赚愈少。50块降变45，45变做40，40块降5块，大家直直抢，抢啊尾啊，大家拢变做冤仇人，啊钱愈赚愈少。所以我足早以前我就很有感而发啦，讲是安怎咱台湾人无法度靠头壳去赚钱，是安怎咱台湾自足早以来几十年来，你看工厂大细间，四季拢有。但是赚的钱拢是安怎？做工的钱嘛，你家己无，咱家己若无迄个头脑去发明好的物件，你永远就是赚这手工的钱，永远就互当作攀那底下咧抬价，抬袂煞，这永远抬袂煞。所以我有感而发，我就讲，我甲人咧讲话时阵，我就讲，咱吼要做创意的产业，这就是我咧讲的。所以我想讲，这项物件吼，一定爱讲予大家知，要有创意。咱台湾后边爱靠创意赚钱。新德州现主席无唔对，几十年来，他有一个科技，吼、哦，新竹科学园区大家拢知影。但是他真正这个内容是什么，大家拢唔知啊。想讲，科技很风光啊。处理有虾米人，还是朋友有虾米人？哦，在竹科园区上班，哇，就感觉足骄傲的，哦。可是事实上，大家拢知影，我们赚的是很辛苦的钱，唔是讲靠头脑赚钱。所以呢，我希望阿伯咱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就是爱靠创意赚钱。创意就是靠头壳，靠头壳想好势。想专利，想一些很棒的东西，这就是创意。我是简单下载这四项漫画啦、吼、卡通啦，这种电影设计，我是简单安尼写。事实上，伊代表啥？咱这个讲上简单，咱讲设计就好。查某囡仔讲着抛包包上欢喜，时尚很漂亮的衣服，哈、哦、裤子、哈、哦、围巾、珠宝等等，这就是设计啊。是安怎查某囡仔，伊愿意一个上班族一个月赚2万块、3万块，伊愿意摕2万块去一个买一个名牌包，是安怎伊欢喜甘愿，甚至这个钱摕出去，伊我感觉吼，摕这个钱吼，伊对比因男朋友搁较慷慨。要请因男朋友食一顿饭，反正有当下阁算盘阁叠一个。但是看到名牌包，哦，这名牌包足想要买。伊欢喜甘愿钱摕出来，一个月赚无，还是赚无到3万块，伊愿意摕2万块出来买一个名牌包。啊，人是安怎有迄个材料设计遐个物件，互你去买，或者查某囡仔欢喜甘愿去买。好、哦，咱卖讲女生，咱家己男性同胞嘛是同款，是安怎？你欢喜甘愿要去买一个三 C 的物件，买一台
照相机，数位照相机，是安怎你欢喜甘愿？有啊，少年的拄啊毕业，伊嘛是摕无三万块啊，伊嘛看讲哦，这新的迄、那个翕相机出来，翕相机出来很漂亮哦，外观很漂亮，功能很好，伊嘛愿意去摕这个钱出来，嘛是两万、一万安尼咧摕啊，啊人赚的这什么钱？这是设计的钱呐、啊，这就是什么讲？就是安怎讲？智慧财产权呐、啊。而且物件做便便，伊内底有多少多少的那种所谓智慧的结晶，用头脑去想出来的，要赚你的钱。是安怎咱台湾做袂到创业物件？是安怎咱就爱孤伫工厂，孤伫生产线？逐天透早八点工厂开始起工，到暗时五点铺起，你看迄工业区，车奥多麦铺起来五点拢走出来啊！迄拢做规工，规工的头路，啊，赚偌济钱，一工几百块啊，尔，迄青菜们拢嘛知影。啊，咱若换做讲，咱个创意来做，会使无？会使啊！咱来开始发展咱的头脑啊！安尼才会值钱啊！头脑的钱拢值钱的，啊！你若个个手的，毋是讲做迄款无好，但是讲同一个，咱有迄个条件，咱就尽量来做，来做这款靠头脑赚的钱。所以你看，我即摆我讲，像讲这个漫画，漫画它可以画成卡通嘛，啊，可以拍成电影啊。最近一款电影科幻片，像讲前一阵仔迄啥变形金刚，迄赚钱赚啊惊死人呢。伊一开始是安怎漫画？迄是日本的漫画。啊，伊靠一个漫画，伊甲画出来卡通，吼、哦，啊来拍做电影。迄阵已经搬第三集啊。啊，你看迄全世界的人走去咧看。伊刚刚甲你拍一个电影啊，啊，大家嘛知影迄种假的物件。但是为什么你愿意去看？为什么恁厝里的人，吼、哦，囡仔也好，大人也好？哇，看到电视也好，看到电影，讲哇，这变形金刚安尼，吼、哦，还佫一挂科幻片，人就是靠头脑咧赚钱。啊，你看卖，伊这个头脑，伊毋是讲干那安尼结束了，漫画、卡通，伊佫会在你做啥？做玩具啊，周边商品呐、啊，伊拢佮你做啊。吼、哦，啊做做出来，囡仔就佮你扭扭掉的，村里囡仔，还是讲恁村里有孙啊，吼、哦，拢有迄个佚佗物啊。伊就要买啊！伊去，伊要去买。你看他那个创造出来的产业有多少？而且这些钱，这些钱，那到尾啊，拢走去人的落地啊呢？哦，伊拍几出电影，伊拍几出电影，你看到讲哦，伊电影赚钱尔，无伊嘛，伊唔拿电影赚钱尔。伊搞伊个周边商品，哦，机器人啊，囡仔看了真欢喜，哦，都嘛甲大人邀去买，还是差袂买？讲同学有我就无。是安怎伊有迄身，我就无即身，一定会安尼啊！你看这周边产业有多少？吼、哦！啊，咱咧看这物件，就是讲创意，它创造出来就是啥无限的东西嘛。啊，无限东西，你看这创意是无形的物件，但是你若赚钱了后，咱的收入就是靠这個。咱后摆我嘛咧想讲，新的酒我想要来创这款工课，安怎呢？我想要吼引进。迄款欧美、日本吼、哦，较先进国家，因为因的迄、那个即款产业吼、哦、足发达，尤其咱知影迄个日本吼、哦，迄、那个漫画产业足发达。啊，我就想讲吼、哦，我们来做一个这种漫画科，漫画园区，啊，甲日本一流的人才叫入来，吼、哦，请伊教咱的人安怎来做这个工课，安怎画图，安怎去想迄个故事。咱后摆的子孙，咱的囡仔后代，会使靠创意赚钱。而且创意有一件很好的事情哦，伊无污染着，伊袂去污染着你的土地，这是足重要的。尤其咱台湾，讲实在，根本就无适合吼起遮侪工厂，起遮侪所谓的科技业，用这做污染嘛，啊，所在地里甲你。扩充嘛，直直扩充嘛，啊，扩充了，这个农地伊就要改做什么工业用地，给你起一段起一块那种高污染的东西啊，咱的迄个河流拢垃圾去，
哦，像我是做囡仔时阵，我阁看会着讲，迄个水沟吼，阁有鱼啊，即马着拢无啊，即马要找足歹找，阁有但是足少的。所以这种污染的东西，那讲着这项，咱就知影讲，咱爱靠啥？爱靠创意，创意源源不绝。咱甲上好的人才放入来台湾了后，教咱的囡仔，教咱讲要安怎来创造，用头脑来创造更多财富，这就是一种收益。不但这个有收益，而且咱阁有啥？会使做，这是啥？观光啊！你若讲有一个主题的园区哦，阮这个所在是哦，专门的做创意的。这个园区所有的东西都在做什么？工业设计，工业设计是啥？汽车就是工业设计嘛。哦，啊，像讲咱手咧提，包括像讲咧举即种遥控器，拢是工业设计啊。啊，是安怎？咱人喺国外咧做迄款遥控器，有诶做了足水诶。啊，电视也好，车也好，人拢做了足水。一台车会使甲你卖啊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就是看这个东西赚钱。你看它发展出来有多少？你若讲，我若讲有一个园区来做这个事情，咱会使国外诶人会使来观光啊，那也袂使。可以观光啊，啊观光你敢没去污染到？没啊，没有那种高污染的东西啊。好，啊观光出来，延伸出来是啥？交通嘛。你周边的产业，周边的产业有多少？简单的说，有交通啊，有住宿啊，哦，吃的物件啊，哦，啊，佮啊国际的宣传啊，这款拢看袂到物件，但是会在对咱台湾帮咱足大的。不但有收入，嘛无污染，甚至咱，予咱台湾水准愈来愈高。因为遮个人入来来观光，国外申请国家来遮观光，伊个要求嘛，咱自然嘛要求咱家己嘛。哦，咱个，譬如讲服务爱改进，管理爱改进，等等。哦，啊，遮个物件，但是这边讲观光延伸出来的这种人的吃喝，哦，吃喝交通，这都是逃不掉的。那你再几项几项来做，几项几项来做，予咱有收入，吼、哦。啊，像这饮食，饮食伊个会使摊开啥？以新德州来讲，咱怎样讲？新德州咱客家乡亲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人口的比例。啊，这个饮食，咱干嘛讲？哎，食物件无啥，但是呢，他每个文化，每一个族群，伊拢有家己的文化底嘛，所以伊的文化，味道伊看到伊的文化。吃的物件，伊咧煮的物件，炒的物件，伊的食食就是他的文化。那他从文化以后又可以拓展出什么？他对自己土地的认同啊！哦，找到一个，哦，来，也对咱家己的土地的认同嘛，爱乡爱土嘛。所以这规个是环环相扣的，一项物件咱若做了好势，剩的咱有在摊后开。伊这是咱像一个，迄个连锁反应呐、啊，连锁反应，伊一个看出来。尾仔你看，这观光，头头我讲，咱使文化输出啊，经济咱有收入啊。啊，即马你若对讲达家己的乡土有信心，你感觉讲我住的所在足好诶。哦，比如讲哦，这个所在或者叫做什么名字？这个所在或者孤山，你听到孤山的感情较深，还是讲你听到中正的感情较深？绝对是听到孤山的感情较深嘛！哦，德惠啊，哦，什么五代厝、六代厝，咱这人的咱人是感情的动物，你听到这了后，你的感情会较深。感情较深，你就爱你的所在，爱你的所在，你敢无想要留出去外口？袂啊！咱会对家己的乡土产生讲，哦，我足骄傲，我今仔日伫遮出世，伫遮大汉，我为遮开始就是读幼稚园、幼稚园、小学、中学都在这边成长，我的亲朋好友全部都在这边长大。你袂想要去移民呢？真的呢，你袂想要去移民呢？结果讲来出去看看一个观光袂歹，但是呢，你会不会留在台湾？会啊！啊，如果留在台湾，就没有人才流失的问题啊！哦，所以我讲这是环环相扣的问题。啊，但哪讲
像讲工业，我头头就讲啊，咱拢是要靠头脑看赚钱，头头摊落来，像设计部分，设计部分也延伸出来一个工业、时尚、科技，吼、哦，来工业，工业太侪物件，包括爸爸迄、那个，迄、那个。咱厝里一个妈妈在用的用品，这个也是工业设计啊。所以咱常常看到讲是安怎，形象咱看到讲一个真实是安怎人设计了才水，啊，逐工在用的人就设计了才水。结果一支真实，你去咱一般市场去买，比如讲阿妈妈这真实用啊足久啊，啊想要换一支新的，啊去买吼，迄差不多俗的吼，我所知啊。100块以内拢有啦，啊！恁敢捌看过迄百货公司，迄意大利设计一支神器吼，爱卖偌济，你知无？1000块啦！啊，你有听到无？是安怎真实？我逐天咧用爱用啊，1000块，我看大多数妈妈绝对唔甘啦，绝对唔甘开迄个钱讲。这真实我用一世人是安怎？我100块买得到物件，我要摕1000块去买，人是靠啥？就靠设计赚钱啊，吼、哦、啊，这个就是工业设计啊，啊，工业设计的源头是啥？就咱就靠头脑啊，创意啊，这种啊，吼、哦，创意就刷过来加设计，吼、哦、啊，设计了后，吼、哦，咱就有这工业用品，吼、哦，厨具、家具，吼、哦，你看迄个，我看过一个沙发，迄个靠垫呐，吼，靠垫迄一粒。卖1-200块就好啊！结果我看到迄介绍惊死人，啊人就是靠迄赚钱啊！一粒靠垫要甲你卖6000块啊！我愈讲大家愈惊，但是咱有信心，咱爱有信心，所以我是讲，就是前几天人咧甲我讲科技产业，我就想讲啊，咱拢无靠，实际上咱自己虽然科技足好听，但是咱实际上咱无正经靠着迄赚着啥物真真正正讲迄个。有价值的那条钱，有价值的钱，都是赚那种人工的钱，还是很可怜。所以我就是想讲，延伸出来那个源头，我也可以来吹出来，吹出来结果就是讲，咱要靠头壳赚钱嘛，去设计这样好的物件嘛，吼、哦，这汽车，吼、哦，等等，咱要靠这赚钱，才有看，才有法度讲，把咱的水准提升，吼、哦。啊，像讲，头头嘛讲到电影，啊，电影你看伊拍出来偌济物件，你电影爱写剧本无？爱写。啊，写了后你就文学物件出来啊！啊，文学物件当然伊电影百几啊千种，各种故事拢有嘛，有科技的，啊，迄袂要紧。重点就是讲一个文化，你的文字，你要让它活络。哦，不是说哦中规中矩的什么一定要有什么文学的了不起大作品，那个才叫做文学。我感觉你要让一个文化活起来，你就是要。广泛的去运用它的文字，让它活络。所以你看，人美国一样有这么多电影，科幻片有，恐怖片也有，战争片也有，爱情片也有。伊的文学，伊真侪剧本拢是为遐这些文学跑出来的，文字的这些东西跑出来的。所以它的文字很活络，它一直在很灵活的运用。所以一创作这块，全世界电影上发达的，大家就知影是美国啊，哦，所以他靠这些东西，你看他赚了多少钱？我当下看伊那电影哦，拍得很棒。看完以后，我感觉一个感觉讲，莫怪人会赚钱，咱就是靠伊的头壳去赚钱。我们就是要做这些，咱爱做这些工课啊，吼、哦。啊，电影拖出来现在创啥？若囡仔有兴趣？也可以去读跟电影有关的学校啊，对吧？也跟电影有关的这一些艺术啊，这些技术啊，包括摄影啊、灯光啊、服装啊，怎样去编写一个好的剧本？那你要编写好的剧本，延伸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你要对，比如说你要写一个很好的文章，你要对人生有一个深的体会，哦。啊！你找嘛爱读，甲一个程度，才有法度写出好的剧本嘛。所以我讲吼，这些全部环环相扣。好啊，电影头头有讲这商品，啊，你去甲好好收到这种电影学校，哦的训练人才啊，这个全部都出来啊。哦，我今仔日特别来讲这，就是因为我
真的是有感而发，是安怎？到今仔日为止，咱台湾无好好啊讲来运用咱的头壳，咱台湾人无戆呢，不但无戆，甚至真巧呢，吼、哦！啊，咱拢无好啊利用，拢无好啊来发展咱家己的头壳，啊，真辛苦哦！逐天透早起床，啊去食头路做工课，做个店员也好，做个一般打工的也好。大家拢足拍拼，无人咧嫌讲这工课好啊歹，只不过讲哎，会使过三顿，然后日子过得很平安就满足了。但是咱若有搁较好的能力来做遮个工课，我感觉咱家己爱想看卖讲，咱就行这个方向。啊，有既然有这款想法，咱政府就爱做遮个工课啊。所以我咧想讲新竹州。我要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些好的环境，有这个好的环境，我现在提供的工作机会，有这些啊、哦，有这些国外引进的人才，把这个环境创造出来，主人咱就有机会去吃遐个头路啊。包括你看建筑哦，我头段有写讲一个像建筑的部分，嗯，哦对，像讲这個，像讲一个建筑。就代表人文呐、啊，阿拜咱哪讲受到这种吼、哦、国际的这款影响，阿咱甲迄个外国好的人才入来，阿囡仔对你哦开放嘛，比如讲哦请一个哦，比如讲我来请一个所谓的世界级的建筑大师来台湾做设计，请入来，但是吼、哦、绝对无要放伊煞，安怎？你来。搞台湾设计来起厝不要紧，但是我一定要开放这个名额，讲那你一定要让我们在地的学生、小朋友、哦、年轻人，甚至成人都没有关系，你爱予伊对你的身躯边，好、哦、去学你的功夫，安尼我来请这好的大师，哦、包括伟曼啊，这囡仔一定大家抢要爱嘛。好、哦，阿姨来跟在大师旁边，我也要求说啊，在就比如漫画名人，讲啊，你要来家，我也使拿予你真好的薪水，啊，你家大吼，顶顶拢免烦恼。但是我认为，那你是不是开放一个名额，让我们咱的囡仔在对你边啊去合适，耳濡目染了后，这囡仔你说。咱较早咧讲哦，啥物国际观啊？进前中华民国讲迄国际观拢假啦，迄拢嘛甲你讲哦，去到中国迄条就叫做国际观啦。哦，啊，即嘛迄路标甲你写迄款英语字，写人迄看无英语，迄条叫做国际观啦。国际观毋是即种咧，毋是讲倒几个英语字就叫做国际观咧。啊，即嘛讲到这我就足生气诶，讲台语就叫做没有国际观啦，讲客语就是没有国际观啦。讲高山做的话，就是没有国际观啦。这就是伊甲咱教育的，伊甲咱糟蹋的一块所在。其实，咱若要伫世界徛起来，咱是要徛起来上有力的工课是啥？咱家己爱有家己的特色。你要爱你自己，别人才会爱你嘛。啊，你若感觉讲家己的文化是足歹，人就感觉讲啊，你就感觉你家己歹，我是安怎爱去家己支持？所以真正的国际观什么？真正的国际观其实安怎是在地爱乡爱土的那种价值观，那不叫国际观。人来台湾佚佗，伊敢要甲你买一寡迄所谓什么名牌包？真侪伊买名牌包呢？伊是要来遮看讲你有设计好的物件、水的物件，代表你当地特色的物件呢？有客家的花纹，有客家的元素，有高山族的元素在里面。那才是水，那全世界伊买袂到的，伊来台湾伊买会到，那个才叫国际观，那个才有法度讲咱在世界徛起。吼、哦，啊，我这弟弟讲了小可有走去，但是想讲咱若请人入来，咱的环境就会改变，这种建筑啊、哦、文化、哦、漫画。哦，电影文化会改变嘛？这改变就是讲好的人才，咱请入来，那咱对你边啊去合适。啊，对你边啊合适了后，咱的后代一代愈来愈好，伊咧看代志，
以他那种世界观就会培养出来。你现在你对嘉宾啊嘉义人做会，他教你的是什么东西？那个才是真正国际观。啊，你嘉义囡仔爱甲伊讲话无？爱呀。啊，你若爱甲伊讲话，你就爱读安怎日语啊、英语啊，吼、哦！你主人这个环境创造出来偌济，迄款附加价值有多少？我们无法想象，但是我非常的肯定，绝对足有价值的。咱来开始去想讲，咱过去咱台湾无这个环境，因为这个流氓组织，伊无这款思考嘛，伊无这款，那想讲，伊刚刚想讲，进前想要反攻大陆嘛，华金嘛无要反攻大陆，伊可以来甲你糟蹋台湾嘛。啊，咱既然家己有政权了啊，咱来做的工作就是啥？创造我们自己很好的环境啊，啊，这些环境，咱就要认真去想，仔细的思考，我们要怎样做？哈、哦，这是我，所以我从这部分我简单讲，哈、哦，因为咱也无了解这些工作，要怎去做，咱会全咧冻掉的，哈、哦，啊，流氓组织，搭一天走，真紧就会走，走了后，咱来知影讲，咱家己爱做啥，无会徛伫遐毋知要创啥，所以我伫遮讲，头拄仔就是讲啊，我甲人咧开讲过程当中，我去想着遮个工课，这是咱爱做的，遮个方向嘛是咱爱去，吼、哦，慢慢去甲建立起来，吼、哦，则袂讲啊，台湾到即马为止啊，那像拢无啥，十年前到即马拢共款，甚至搁较歹，吼、哦，啊，这是针对，因为今仔日我就想着讲，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爱甲大家，吼、哦。来分享一下，啊，像讲这就是教育，头头就是咧讲的，咱有讲到教育的部分。电影一个电影，伊也培养真侪人才，这些人才他就可以从学校里面去学啊。那学校当然不只说一个电影学校尔嘛，吼，也在有语言学校啊，语言学校有艺术学校啊，吼啊，那哪这公有一个语言在这边，就是代表一个文化的传承嘛，吼。啊，头头讲这部分有讲了，有讲过，所以我直接来讲下卡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就讲咱跟今嘛很主席为记，好好还有没有那种记过的制度？有啊。啊，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制度啊。咱来个提掉，所以我讲，只要我在任，新的州，我们接政政权那一天，我一定要把这种记过制度全部拿掉。因为这种记过制度是在恐吓威胁嘛，你无教囡仔好的物件，结果你用恐吓威胁，所以咱台湾社会变做啥？处理代志拢用哪呐？用暗波的，用黑函，用俄语，然后恐吓，用恐吓别人的方式，用威胁别人的方式，恐吓不成就要安怎？讲威胁不成就要安怎？这社会。整个都扭曲了，整个都扭曲掉了，这就是什么？他学校教育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嘛。虽然较早读册时阵，哦，啊，迄教官讲，哦，你若无头张，你若无教较底，我就甲你记警告。哦，啊，记两个警告，记三个警告，啊，无教哦，做小过大过，啊，你直直甲你记，记到尾啊，囡仔拢会惊，甚至他长大以后，他学习的是什么？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跟人的相处嘛，这个是用错误的物件，但一定爱提掉，不但爱提掉，开始我们要走什么？真的是爱的教育，要什么？要尊重跟鼓励啊！你要去尊重一个人，去鼓励一个人，他才可能成长。不可能讲一个人，让你去恐吓，让你去威胁，他会成长？不可能的，这人真自然的，拢希望讲受到。受到大家鼓励，受到长辈的鼓励，受到朋友的鼓励，父母亲的鼓励，伊的心灵才会健康。所以我们的教育哈，很大的目前为止都有很大的错误的观念，到现在还是。所以我一定要拿掉这些什么大过小过，这不三不四的东西。哎，大过小过记起，我三个大过换一只 Hello Kitty 吗？所以，那你好好是乱七八糟嘛，好、哦，啊，咱来尊重鼓励，来教咱的后代，教咱的囡仔较活泼，好、哦，啊，怎样讲，要安怎
跟人的互动，这社会自然就会和乐。哦啊，教育爱讲工课足多，我是讲先简单讲一部分哈、哦。啊，语言这些，哈、哦，头段基本上我都有提到哈、哦。那下来就是讲闽西闽南讲，哈、哦，咱台湾正经是一个宝岛，全世界你找无几个所在讲。这些农民、这渔民、劳工才打拼，尤其你看，我自细汉到即马，我感觉吼，咱若出国吼，上思念台湾的水果啊。其他世界各国吼，无一个所在，互你感觉讲足骄傲的。有当时看迄水果，你就想着讲，哦，比如讲，咱讲火龙果就好，我伫美国看迄火龙果吼，超细粒啊。啊，尾啊，引进台湾了吼，哦，甲你培养遮大粒啊，阁超好食。我会记火龙果转来台湾，初毋知差有十外年前，涩涩啊，酸酸啊。讲迄啥物为倒一个国家，南美还是倒位进口，我就感觉讲无迄啥物真好食。啊，尾啊，食着甜的了啊，才听阮朋友才知影讲，即咱台湾人家己种植、家己培养。所以你看咱台湾的农民外高水外巧着吼，伊会去想呢。啊，阁咱迄个咱有一个。东区先达谈的迄个黄团长，伊咧种啥，恁知无？石蚵，啊，石蚵较早嘛是超细粒啊，啊，即下台东吼，全台湾会使讲台东迄种石蚵种了足有名，大粒阁甜，阁好食，啊，籽超细粒啊，迄肉呢厚厚厚，加咧迄汤汁拢会浮出来，你若咧掰开吼，迄汤汁嘛咧流出来，所以吼。欸，咱有遮个宝贝咧，甲咱做工课吼，那会使甲因，那一定爱甲因吼，那会使甲因放个身躯边，拢买好照顾，拢爱甲因好好照顾。所以这嘛是我的感想。过去咱这三宝吼，台湾三宝，咱拢无好好照顾。前几天我阁看一个啥物薪资平均工资薪资增加有啊？你毋知看到这个报纸，我看咧吼，原来洋洋要配货出来，几百块啊啦！哦，那时候伊给你很大的恩惠，啊，因家己咧，啥物要增加薪水，甚至因迄个中华民国一挂官将领，哦，无迄个凊彩就要甲你加薪，今年又增加了几趴、5%、10%，比水搁较无值钱，迄钱对因来讲，对比水搁较无值钱，啊，咱是安尼几十块。几百块，一个月讲甲你增加偌济，600块我袂记哩，600外块啊偌济我袂记哩，600外块你一天，一个月30天，一天才偌济，20块啊，还有很大的恩惠报纸甲你刊出来，我感觉迄款物件根本你不要登出来，你是咧侮辱台湾人呢，咱大家拼到呢，争取一个福利金，争取一个加薪工资的上限。伊就讲哦，在什么开会？啊，即嘛就去讲诶，国家的财政不行，拢安尼咧甲咱糟蹋。好，没有关系，咱尽管摕着了后，劳工、居民、农民，咱好好甲照顾，因诶贡献遮大，是安怎？遮诶乡亲无得到因应当有诶鼓励，吼、哦，甲价值，吼、哦，讲着这個、来，你看。过去咱咧种作，像讲即马落雨，若阁加落几工啊，我相信足侪农民会全开始咧烦恼啊，水伤侪嘛，啊水伤侪，你即马菜园啊，迄根会泡烂去袂？会啊，啊你稻啊咧，稻啊嘛会浸歹去，啊水果咧，拢同款啊，吼，啊咱但是。过去呢，伊咧种价小，这个价格从来没有保证的。他是讲今仔日来厂商来甲你收，偌济就是偌济，对他一点保障都没有。迄种因六目屎会滴落来，我就会记你讲，像讲买柳丁就好啊。几啊年前我去买柳丁，我家己爱食柳丁，我买袂用要买袂落手，是安怎买袂落手？一粒一块啦，你看到你会流目屎袂？买嘛唔是，唔买嘛唔是，
啊，咱台湾农民互糟蹋安尼，迄柳丁种啊足水诶，迄种人讲起来，迄哪假，好像是那种蜡去做的，很漂亮。安尼，迄、那个光泽吼，安尼诶发光，那像外口安尼抹抹钱，啥物啥物蜡安尼足水诶，啊切归来吃嘛真甜。但是我们他们完全没有得到应该有的福利耶，哦，啊，我是以农民的基的，实际上咱的劳工移民拢同款，哦，像讲医疗，因即摆过来交医疗费呢，还要交健保诶，啊，是安怎中华民国遐流亡的人拢免纳健保？这足大的疑问，是安怎因拢免钱，啊，咱拢爱钱？好、哦，阿、啊、头头就讲过，伊若无钱，然后伊就甲你锁卡，锁卡，结果大家病啊要死，啊看病找无人，无爱互你去看病。啊，你若要看病，会使啊，你去缴健保费啊，缴完你再回来看呐、啊。啊，一条老命在遐拖来拖去啊。哦，所以咱是安尼在防糟蹋，像价格保证，啊后边咱嘛要做这款计划的栽种，吼、哦，因为过去讲实在啦，流氓组织无咧插你这款代志啦。但是咱会使来做啊，咱这工课咱家己来做啊，计划栽种嘛，吼、哦，比如讲啊，即季种啥会较好，啊，唔通讲大家拢去种，自然吼、哦，你若讲无大家种，一到时收成时阵，价格就不会讲崩盘落去，伊会得到以后的品质，以后的品质你好好甲种，你甲价格甲保证，跟那价格保证，农民就很高兴，他会帮你种，种得很漂亮，他拿到卖到市场上很好的价格。那、啊、这个就是要透过计划栽种、企业经营、管理行销的方式，吼、哦，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目标，吼、哦。无吼、哦，咱好像糟蹋了足严重的，吼、哦。那所有的农民，咱拢爱，因为一般大家种的较袂晓去卖嘛，吼、哦。啊，伊嘛唔知通路伫倒位嘛，现主席这通路完全是用控制和调嘛，大家拢知影，尤其真侪人细汉拢做过田，绝对知影迄款辛苦。哦，啊，所以咱这拢爱做，咱工课过去已经浪费68冬啊！这个中华民国流氓组织无咧甲咱照顾，咱家己来做，吼、哦，这绝对爱甲顾啊好势好势。哎，这就头头来讲的，咱文化甲在地，吼、哦，头头讲，你听到孤山这个名较有感情，还是听到中正这个物件较有感情？绝对是孤山嘛！所以想讲，吼、哦，这文化，这是文化的一部分。大家若唔知，就戆戆啊！哦，继续在咱的生活当中，逐天拢在发生。那个街道名吼、哦，永远都是那些名字，什么中山、中正，都是因为他们那些中国的地名。我们要把它恢复到我们自己的名字。就关于国校、国小。嘛是因为中正国校、中正国中，拢用迄款名，无好啊！讲找一个在地的名，好一个真好听的名，吼、哦，什么鸡寮卡秀，迄听起来就很有感觉啊！哦，啊，甚至就讲这些它的历史也都被磨掉了。在地发生什么代志，我想大家真侪人拢唔知，但是因的历史课本。走来咱台湾，拢甲你教中国历史，所以咱的大神、郭大神，伊就咧教大家讲：，恁敢知影台湾有倒位偌济民族英雄？吼、哦，啊，这民族英雄，咱下摆拢会使拿来，吼、哦，做我们的地名来个纪念吗？吼、哦，啊，等等啊，即款过去台湾发生遮济历史，咱拢爱个提转来教咱的囡仔，啊，有人文的东西在里面。客家乡亲很多民族英雄，到目前为止，我所知啊，没有一个学校一个课本提到这部分。阿爸咪请教，咱哪有客家乡亲爹？您刚怎样？你们客家的英雄是谁？举不出来啊！说真的，举不出来啊！好、哦，阿、啊、咱这就是爱个，拢爱个吹转来历史，哦，历史土地。地名、校名，咱拢会甲找转来。找转来了后，主人咱对咱的土地产生那个感情，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这是属于一种心灵层次的东西。文化上如果被消灭的，
你的族群就会永远被消灭。那像秘书长，秘书长在讲，高山族120万人，现在剩50万人而已，51万，他在慢慢给你消灭，你不知道嘛。哇，啊，客家也是啊，他不鼓励你讲客家话，在学校，在学校教的一个礼拜一个小时客语教学，还有阿喜公台语一个小时，一定给你。他如果不尊重我们，没关系，我们就要赶快拿回政权，把这些教学的时间往上拉，爱让我们的孩子去学到这些好的在地文化，不是外来的文化。哦，在地文化我们可以创造自己很多，哦，很多很好的在地文化在的，哦，这头头也有说观光，哦，你如果对一个所在你爱你自己的乡土，你主人会去做工作，你主人说，哦，比如说一个村，哦，什么，哦，一个村在的，哦啊，你看说，欸，水沟啊水很垃圾，大家就会去招招厝边隔壁讲，哎，人吼，拢要来咱家观光吼，咱水沟啊一定爱创了足清气的，吼，哦。啊，这个电话条啊，哦，公狗大啊，猫猫是，咱爱个清哦清气。这个就是什么？你对地方的感情很自然的去产生，你也去爱，你也去较疼惜嘛。哦，那想讲哦，你爱你来你的太太，你爱你的翁婿，你的囡仔，你一定会煮上好食的物件好食啊。先生一定会真打拼去外口做工课，食头路，啊，会去买水衫给囡仔穿，买好的物件给囡仔吃。这是主人，人作主人的一种本性，好的、善良那种本性的自然的表达。所以咱讲来这种地方啊，在地啊，赶快艺术啊，这都是很自然的散发表达我们人对乡土的感情嘛。那乡土的感情来自于讲，你爱对你文化，感觉讲足骄傲的。你高山免惊，恁足好唱歌，恁连歌，恁的迄个歌声，你们歌声很漂亮，这就是你们值得骄傲的地方。全世界找不到，以后我们就来办什么主题观光啊，来到新竹州办2日游、3日游，好，跟高山族结合，来，一定让观光客去听你们唱歌，你们不要过来。我们把观光客带过去，叫他们去听你们唱歌，伊绝对吼难忘。啊，沿路食啥？沿路来食咱客家的麻糍啊，来食客家的迄个客家小炒啊。哦，这个整个设计下来，你会不会爱你的国家？你会不会爱你的乡土？会不会爱你自己的民族？你会感觉讲，哦，我做高山族有够骄傲的，我做客人足骄傲，袂像较早拢红啊啦，咱红啊啊死死死，感觉讲啊做客人足足无自尊呢，吼互因安尼啊啊死死讲哦足无水准呢，高山族嘛是啊，所以咱家己骄傲爱提转来，爱去找出来靠文化，吼，哦，再文化再物件，一项咱来找出来，啊，搁过来。我讲较紧的时间就要到啊，因为咱现主持吼，我相信你去到全台湾四界每一个所在，绝对，那无甲你讲这是单位，你绝对分袂出来。你去到南部，去到中部，任何一个乡镇，行伫路中，你敢有法度分辨讲这是台湾的什么所在？扛棒拢同款啊，乱啊，其他路嘛是拢同款啊。坎坎坷坷啦，哦，啊，车嘛四界乱停啊，我都在四界乱走啊，哦，你去看四界拢同款，啊，人的住的品质嘛无较好啊。当然，我知影真侪人，若讲住较舒适的所在，较床较迄所在较开阔，迄就无话讲。但是一般都市吼、乡镇吼，讲实在吼，住迄公寓吼，迄去到单位拢同款，哦。啊，咱所以咱来做一个什么工作？咱来做一个模范城市。模范城市哦，我想讲哦，要来好好的规划道路的规划哦，才袂讲行顶啊卡，你爱闪车，我都爱徛你头前，你爱闪我都爱过。啊，迄条顶啊卡人咧行的所在，闪了我都爱走来顶啊卡，哦，爬到的走廊跟你抢路走啊，一卡达车也是一样骑在那边跟你抢路走。好，台湾很拥挤，没有错。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来做这些道路规划。所以你要逛街的时候可以很自在的逛街，我们把这些都弄得干干净净。Autobike, 脚踏车不要骑上去、哦、然后我们把这些摩托车、汽车、脚踏车去规划出来，让大家可以骑车的人很高兴，不会发生车祸啊，走路的人也不会说走到这些车经到，所以我们要做这种道路规划，还有住宅人口，因为这个很重要。是怎样？我们现在大的地方它没有透过规划，所以会人口密度会这么高，很拥挤。那我们来做一个模范城市，这个模范城市我要初步规划是说差不多十万平啊，限制比如说差不多5000人住在那里啊，平均一个人可以差不多20平开阔空间，可以住在那里在那里生活啊，包括说商业啊、教育环境，因为5000人你就要去这个学校，学校小学有几间，中学有几间是不是有社区型的大学，我们都要去想让大家生活品质越来越好不是说一个地方哇小学5-6间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台湾人口太拥挤，但是我们如果有办法把这个人的这种生活的人口的密度把它控制好，透过模范城市的建造来做密度管制就可以达成我们这种想法好的方向下去走鼓励我们气候鼓励大家来刷如果气候很漂亮，我想一定很多人要来住我时间差不多了，但是要做的工作很多，这交通新竹州这么大的地方只靠几条那个主要道路，那种快速道路高速公路其实不对啊，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要有州立的捷运系统可以达到各乡镇对一些什么香山啊、北埔啊弟弟一直到来到北边这边什么平镇中立这一带都可以啊，我们来建立一个捷运系统啊，然后建立快速道路系统来，我们可以透过这种道路系统来做什么工作，人口人我们就可以人口的密度就不会过高，然后不会说几项东西商业的地方过度拥挤，那有的地方根本都没人要去，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建立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最后我要鼓励大家，拜托大家较紧招人来申请身份证，然后来上课。真的，台湾是靠各位，不是靠我一个或是很多干部啊！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咱台湾正经是足好所在，报道，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再见。